金光闪闪亮，梦想闪闪亮，金光闪闪亮，我要向他闪亮，金光闪闪亮，梦想闪闪亮，金光闪闪亮，我要向他闪亮。黄金大舞，让我们掌声有请王雅洁。哇哇，我还有一米八啊。雅洁你好。好高好壮，是不是显得我很渺小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家看到没有最壮。我来看大屏幕。哇，圆的身材，因为他身后有个标签是宁泽涛，我还真觉得他的身材是游泳运动员的身材。哦，好，那是雅洁曾经是全国春季游泳锦标赛的冠军。哇，那你选择这样，只要跟爸爸妈妈说，我跟王雅洁姐姐在一起呢。哦，好，没事，然后就很放心。所以言外之意，你的爸爸妈妈从你。爸爸妈妈会打电话说，雅洁不要伤害别人。其实说到刚才那应该是雅洁的无奈表情之后，我想说保护我。一，哎哟，我是觉得目前已知的信息只知道他学游泳嘛，那确实游泳展示不了，然后也只知道可能他健身方面就是比较在行，但健身不能作为一个表演吧？我觉得我们聊了那么多，你有没有认真听啊？那么爱美，内心很女人，想找男朋友，100秒钟现场挑战，交个男朋友不可能吗？现场挑战摔100个男人。我觉得我观察下来，我觉得看他，你看又涂了很漂亮的指甲呀、啊，然后就是。哦，不是吧，算你们识相。高再高20厘米我会追求你。如果我再年轻20岁我一定不让你得逞。这个身形唱女人花就是一朵霸王花。怎么样，你知道你的歌声的魅力了吧？唱歌之前的雅洁，所有的男人都怕她；唱过歌之后的雅洁，所有的男人都爱她。没错。100秒钟，我们现场200位观众有多少人在这？让我们欢迎安检小哥彭军，安全检查站一名安全检查员。掌声欢迎。帅。每天工作要有多久？一般至少有10个小时。10个小时。啊，对，我们安检的话。先生你好，请把鞋脱一下。哥，是他那表情，请器，他可以点烟啊，点烟器，比如说有些你怎么带了这么多打火器啊？这是一个，对，啊，等等，你这个手机在哪？这个手机，谢谢二位，谢谢。我们再挑一条吧。好，你是我最感谢的人。我也觉得可能是他爸爸送给他的乐器。他一直没有提那头牛到底换成了什么乐器。第一次投票。耶、那我想听听子琪的看法。我比较想看他看到红灯之后是什么一个反应。下回你别从我的机场我过几天就飞南宁了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婷婷呢？待会儿他表演的是个二胡，然后是因为他爸爸第一次送了他一把二胡，所以他之后也会想要自己学做这个乐器的话，会很感动到我的。按照我们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，视作我们黄金乐才团在军胜上台挑战。
来是广西网红。没错，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让我赢得了这个金项链，非常有纪念意义，谢谢。当然，整个一百秒的表演。这个很有喜感啊！哇，这走上台就是一段节目啊！二一，哇，全绿啊！杨帆，我有个小请求啊，因为他喜欢的是我家。原谅我是四川人，我能听到乡音的。一，谢谢你们的一片心。哇，感觉这个怎么飞到最高了？所以希望你们也能展现出那种如痴如醉的感觉。开始！哇，吓我一跳！为什么这么快？哇，哇，太刺激了！哇，这是。很久大哥，这个为你做的太多了，掌声有请。啊，哇哦，黄金乐菜团的成员，菜了都不用聊了，来俄罗斯姑娘苏珍义来到黄金一百秒，你的投票三二一，有嘉宾哥，你给绿灯是因为刚才改变。我是觉得，因为刚刚唱歌已经展示过了，跳舞的话刚刚也展示了，所以我担心待会儿的表演就没有新鲜感了，就观众可能已经想象得到是个什么样的表演。但是刚刚说不跳舞的话，我现在有点困惑。旗袍换装秀，来吧。来吧，最后一次投票，三二，我相信自己的判断，一来。哎，我是这样想的啊，他是你真的认为他要换装？换装换脸，我是觉得他是让我可以坚定自己观点的机会，对不对？对，那究竟是可能还是不可能？接下来舞台上每天是不是都喝白酒？然后问我，俄罗斯人、俄罗斯姑娘应该都很棒。女华的这个冠军的老乡，其实她本身也是花样滑冰的运动员。我们有一段，太美了。所以问题来了，真意，是不是所有的俄罗斯姑娘都会滑冰啊？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希望你们喜欢。非常精彩的表演，一百秒钟的时间之内，我们现场有多少朋友在支持我们的真意呢？请看大屏幕。哇！在地上，在冰上。我来给大家。你是在天上。给大家飞一个。甘愿受罚，愿赌服输。我准备在你们飞起来的这段时间，活动一下颈椎。来，接下来有请二位比翼起飞。哇，感觉很高啊！啊，一点都不高。三、二、哎呀，一，开始。来吧！哦，这个画面太刺激了，好温柔，好温柔，嗨。什么呀？袭击什么玩意儿啊！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啊，这
这是什么旋转木马？好了好了，哇哇哇哇哇！哎呦，哦，欢迎哦回来，哇，这个疯狂旋转木马，还好时间不长。哦你的头发都已经到脸，到眼睛上，异常火爆。怎么投票？对不对？你说了什么？不是，有没有没说完呢？大饭店里做一些高档的菜。什么菜系呢？我做的菜是川菜、粤菜，还有我们河南菜。哇，够融合的。都会，很厉害。这个海强的这个接。大哥，你这个我也会呀！哇哦哇哦哇哦！大哥，你这个我也会呀，还有点水袖的感觉呢哈。熊梓淇要挑战，我真的不水，这个我也会，我自己在家拉过。不行，刚刚那段可以了。你把这个等会儿，这什么玩意儿？粉条，你看，我哎，还给我。我自己可以吃的这个，自己就可以煮了。好，证明他平时下厨房哦，他那手法很熟练。来吧，我的手法怎么有一丝失误？让你看看中国未来的好太太，王婷婷。王婷婷，来，美丽的中国好太太。我不会做菜。接下来请欣赏黄金100秒面条舞。先往上拉面舞开始。走。瞧瞧我们念，劲道不劲道？劲道！瞧瞧我的念！还有口诀，哎，不错，可以下锅了，可以跳绳了，这个可以了。跳绳！掌声鼓励，大哥，确实是好面。我只想说，不管他拉的有多细，我都不想知道。来，掌声送给二位，谢谢谢谢。鸡是怎么练出来的？我的手，这个怎么样？不会劈啊？这个怎么样？哇！你要能把它劈开，我不信，我就把它喝了。我的天哪！哦呦喂，吓人！呀呀！哇！看着好痛哇！大哥应该是习武之人。应该是有一些功底的，对我来说他手撇子已经是个很厉害的绝活了，他没有放在舞台上表演，说明可能他有一个比撇子还厉害的一个绝活要在舞台上表演。大哥唱了一出乎意料啊，其实所有的精彩已经四位乐才团的成员接下来可能也要送君一程，至少我们跟海强没有结梁子。谢谢你们的坦诚。那接下来我替海强说一句，请准备。哇挑战开始。哇！哎，刚开始有点平稳啊。小俊的啊！哇！我的天！怎么看起来有点像电梯？哇！这到底是什么画面啊？我在草坪上飞奔，我也是，在大草原上飞驰。